点了一个桃子茶跟草莓饮料。这间原本是一个24小时的咖啡厅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它现在只营业到1:30而已。对，我个人是认为，就是如果它是20小时的话，就很适合，就如果晚半夜喝酒，然后适合来这里就醒醒酒之类的啦。我是没有这样过，我没有。你有吗？因为他不用醒。什么话？你们就不用醒。很清醒哦，对，我们本来就很清醒。哎，你上次干啥？没有，上次是例外，上次是例外，上次真的是意外。哎，没有，看不到这件事情啊。谁们？看影片的人们。你可以说啊。有机会再跟大家说。这反正就是有一次我喝醉了，跟他。对，超醉，反正就是整个断片，人生中第一次断片。哎、欸，我爸妈看到会不会觉得怎么样？我也在想，还好吧。我姐感觉常断片啊，对不对，姐姐？反正她有好好的把我送回家，送回我的宿舍。要不然要附上我很可怕的照片吗？不再做了，这里。你看到吗？怎么？他那个上过头，没有。他拉下来的时候，我喝完了，我们要准备离开了。他要去逛什么？阿姐。今天是我们久违出来再一次。到了哦，在哪里？奇怪的动作。